就是 The Oppo 是我自己在台湾的时候就已经有在使用的品牌，然后这个牌子是我的学姐打木她回台湾的时候送给我的，然后我觉得很好用，我跟她说我这一次来要特地来补货，然后补货的时候就是我在纽约的好朋友居然也要补货，跟补的是一样的东西，就是这个神奇水。哎，杂志上有介绍是这个吗？对啊，哦是的，杂志有介绍，美妆节目有介绍。哦，电视节目有介绍，但是我们现在看电视，所以我其实不知道，我只知道就是很好用，我要那个很好用的东西。那这个就是有了那个化妆水、乳液跟精华液 mix 在一起的懒人保养品，我个人觉得很好用。还有这个，这个是那个很厉害的卸妆的产品，氧气洗面，氧气洗面乳。那有多厉害？等一下我再示范给大家看好了。那这个睡眠面膜。懒人面膜，就是你睡觉在马桶上面，你就可以睡觉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还有你防晒霜。哦，对，你知道那个刚刚那个排除障碍之后，都忘记我讲过的话，那很难再重讲，因为知道没有 say 好，没有 re 好，我就是来这边抱着一个观光客大采购的心情，然后想要跟大家分享。刺雄跟男生用不到，男生都可以用。哦，他们家的东西厉害到就是3岁以上小朋友就可以用了，因为就是全天然，然后无香料、无酒精，婴儿都可以用，尤其是像我这种过敏儿，甚至不是东西都可以随便乱用的。厉害，十字架标志是医美的可以用的意思。而且我们的代言人是男生。哦，对啊，我刚刚那个有把那个镜头转，我等一下再把那个镜头转过去给大家看。好，聚角石，那大家都会觉得说聚角好像没什么特色嘛，聚角石大家都有啊。可是像很多人的皮肤是比较薄，或是比较敏感的话，用颗粒状的聚角石是很伤皮肤的。那我们家呢，因为就是强调它是比较医美的保养，它是给一些术后的人在做保养，所以它的成分跟它的那个内容物都会比较天然，跟比较不会刺激皮肤。那它的主要成分就是用我们济州岛的百年草，就是仙人掌长出来的果实。我们的澎湖呢，把它拿来做冰淇淋。仙人掌冰，对，仙人掌冰。那韩国人家给你老一点，他就把它拿来做成去角质，因为它比较温和嘛，就果汁提炼的。所以呢，它挤出来的时候也要洗一下。它挤出来的时候呢，就粉红色，它其实就是果汁。它其实就是果汁。对，所以呢，在脸上的时候呢，你就把它推开。可是你怎么推呢？它都不会有东西，因为很多人会说，哎，你们去角质就是本身自己成分的问题嘛，随便搓都有。啊，可是胶状不是说就一直有屑屑掉。现在一直搓，你自己搓有东西吗？没有。我现在搓很久，然后都没有东西。一般如果你们买的话是拿搓，然后就有东西。我现在搓的话没有东西，然后轻轻拍一拍，让它吸收了之后呢，再搓第二次。是软化它的角质。对，它软化它的角质，然后再搓。我想搓搓看哈，就开始有惊人的东西出现。我也不是啊，这个我现在有搓搓东西，我就觉得我皮肤上是有多少老废角质啊？还是我娘还在这边，就是整个把妆都卸了，然后去角质开始使用。我在那边卸妆可能收视率会比较高，60万点阅率。你们会好好卸妆吗？我们就常素颜给大家看。然后这样子的时候，在家直接用水把它清掉就可以。就是，哎，不知道镜头看不看得清楚哎，因为我现在自己看不到我的荧幕。就是有看到吗？我上面有去出一些角质来。有。这个我刚刚一开始在推的时候，很像用那个精油在按摩，但是一直到现在就是拍完之后才有搓搓那个屑屑。有超多屑屑的，深呐。哈哈哈哈哈。可是它太小瓶，我不能拿去全身。哈哈哈哈哈。这太奢侈了。一个礼拜用一次就可以了。那所以呢，我现在去完之后要把它擦掉。在家的时候，你用水把它冲掉。那这边没有水，你就拿旁边那个纸巾把它擦掉。对。好，这是去角质的。对。去角质。去完好干爽，而且它不会，它去完之后它还是有点保湿，对，还有保湿的成分，因为它是凝胶状，所以它有芦荟的成分，所以即使你去完之后不会涩。有些去完会很干，很涩，但是它是干爽的。那个湿润，嗯，对，那去角质的部分，嗯，好，所以我们去完角质要保养，去完角质，我要先用这个神奇水给大家看好了，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怕我那个介绍太久，大家会没有耐心看完，可是我是常常分享每一样东西用，还是你们的话请我当代言人，哦，有可能哦，我真的太喜欢全系列产品，有没有？这个神奇水啊，你看挤出来是乳
力的样子。然后啊，把圈圈变精华液，就变精华液，就是我们跟我在用的像那种兰蔻的那个肌肤精华液一样，搭配开之后就会像这样子，比较浓一点精华液。然后再继续打圈圈，然后再继续打，就会有小水珠出来。哎，这样真的皮肤好好哦。对。水珠出来就是表示化妆水的部分，它刚刚挤出来的时候是乳状的嘛，是乳液，然后按摩的时候半透明是精华液，然后最后的水珠就是化妆水，所以它就是化妆水、精华液、乳液三合一，整个湿哒哒的。然后轻轻拍，然后拍到吸收进去，然后拍的时候它会有凉凉的感觉，不是酒精哦，它是它的主要成分在帮你做镇定跟舒缓。我知道它没有酒精，因为如果有酒精的话，我会很崩溃。很方便，所以说像台湾比较热啊，不想要擦瓶瓶罐罐的人，其实单擦一罐就够了。对啊，这就是你知道，我已经用完一瓶了。然后因为就是我的朋友们来韩国都是来工作的，我就不太好意思，就请他们就是再跑到这里来帮我买东西。然后这一次我自己来的，就是哈，我要自己来大血拼一下。所以这个是基本保养。这擦完皮真的好好哦，我想要让你们摸，让你们闻到。